邀请一下所有的游客朋友们，这里是极限荡绳挑战第二天。我们这里是提前报名了的哟。怎么有一个我们现场有工作人员点外卖吗？什么情况？到哪里去？杨女士刚在吗？杨女士，对啊，杨女士刚刚跳下去了。你刚刚是不是由于很紧张点了一份外卖？一点都不紧张吗？那为什么点外卖？我舒服，待会儿跳完。跳完什么？跳完是吧？你点的啥呀？饭还是面？相信你，首先能火锅。火锅。再不疯狂，我们就老了。三、一、二。哇！不行，小哥哥，我们这是提前报名的。我要送，真的不容易了，真的让我已经搞了一个小时了，三分钟就好，三分钟，我马上来了啊！等我一下，真的太不容易了，说出了我们所有外卖人员的心声。不要差评一句话，所以就为了我们不要差评，真的决定要从这里跳下去来追一下我们杨女士。对啊，我们时间还有十分钟。